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Denty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那就是，喂，终于预约到疫苗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大概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啊，一件呢就是日本的疫苗现在大概施打的状况是怎么样？那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自己的预约状况，跟我施打第一剂之后的一点感受。在日本国内的接种人数，打完第一剂的有3350万又7141人，占总人口比例的26%。全部接种完成的，就是第一剂加第二剂都打完的人呢，总共有19136719人。那总共呢，就是占总人口比例的15%哦。基本上也还是蛮低的啦，所以我预约应该也算是早了吧，之后就可以在这个百分之码前面的人里面啦。疫苗，日本疫苗现在它的一个施打预约方式哦，大概有分两种。AZ 目前是暂时不施打嘛，那主要就是打辉瑞跟莫德纳这两支，就是你依照日本政府去规定的这个优先顺位哦，那来去预约施打的话，你打的就是辉瑞。那这个你必须要等地方的自治组织啊，市役所、町役所之类的，他去寄一个通知票给你，那你再用这个通知票去预约。那用这种方式呢，你打的就是辉瑞疫苗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他们有提供了公司的集团接种。那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，它的一个观光协会呢，就有让这个区域在相关饭店工作的这个人员哦，和他的家属呢，就可以借由这个观光协会去预约施打疫苗。用这种方式预约的呢，你施打的就是莫德纳。因为我在这个区域工作嘛，那也很幸运的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预约机会，所以呢，就终于可以预约施打疫苗啦。虽然有疫苗可以施打是很好事啦，但是这个预约过程真的是，它的预约方式其实很简单。我真的对于日本的 IT 在做系统这个东西真的是，总之不管怎么样也是有顺利预约到疫苗了啦。实际上呢，究竟打完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？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起去看看哦。哎呦，大家好，现在来到就是这次疫苗施打的会场，它就在后面那个冬天这边是滑雪场的餐厅。现在作为疫苗施打会场来使用大概5分到10分前再过去排队就好了。那因为里面应该比较不方便拍摄啦，我们等下就进去施打。那打完之后呢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大概施打状况怎么样的。OK， 待会见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接种完莫德纳疫苗，那现在回到家了。里面的设置呢，大概就有点像是见诊站的那种感觉。那它有分成6个站，第一站进去呢，它会先做简单的体温测定跟消毒。那第二站呢，就是做 Ugetsuke， 它会做一点人别的核对。接下来第三站呢，你就会到一个区域，那坐下来，医生会做一些简单的问诊，他会给你一张副作用的这个说明表。会简单说明一下啦，然后详细的部分呢，他就会请你到时候的等待区再慢慢的阅读。医生问诊结束之后呢，再来就会到第四站，就是接种处。整个接种站的话，有2个医生做问诊，那有3个护理人员在做施打，整体流程算是蛮顺畅的。接种的话呢，主要就是打在日本他们是打在这个位置啦，
好，那打完之后呢，它会在你的这个地方，手臂的这个地方贴上一张有时间的贴纸，上面那个时间呢，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在等待区等待多久的时间，一般好像都是15分钟啊。最后一站呢，它会帮你做了一个接种记录，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子哦。那这边会贴一张他们的标签，那你接种的日期、接种的会场是。最后呢，就会给你一张这个你下次接种的日期。那我下次接种的日期是8月10号，那下面会有一些注意事项等等。基本上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啦，我觉得整体来说算是蛮顺畅的，然后过程也蛮舒适的，也不会有那种就是集团接种很杂乱的感觉啦。不知道我的副作用会是怎么样的，希望我还是年轻人啦。大概已经经过12个小时了。何も異常なし。本来还想试试看能不能成为万磁王的，好吧。朋友，现在是上午的12点44分。那距离我昨天早上大概是11点，快11点左右打的疫苗嘛，那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了。副作用嘛。一丢那西，我就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副作用在我身上了。大家早安，今天距离我打完疫苗呢，已经是超过60个小时了，已经快要72个小时了。那其实从超过48个小时之后啊，我就已经没有感觉到莫德纳这个疫苗的第一剂呢对我有什么副作用。一开始就是除了手臂有点酸，然后有一点点红肿、一点点疼痛之外，那其他也没什么感觉。现在就在外面啪啪走啦。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后面这个背景，这是北海道的什么地方呢？那答案呢，就会在下两集的时候跟各位揭晓哦。最后呢，就是最近也看到不少台湾的新闻啊，登录系统动不动就宕机啊，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覆盖率的算法，很神奇，举世无双的覆盖率算法。反正总之，台湾最近也是问题很多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疫苗影片就简单到这边啦。主要也只是我一个疫苗试打的一个记录，那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也可以在影片下方按赞、按个订阅。Steady， 就下个影片再见啦！记得要猜这边是什么地方哦，答案在后两集揭晓。拜拜。